10月24日，某节目曝光一组嘉宾潘玮柏的剧照，照片中潘玮柏牵手吴昕合唱歌曲，两人四目对视，超甜蜜。潘玮柏眼神一直关注欣欣，吴伟雄 CP 又发糖了。吴昕和潘玮柏这对吴伟雄 CP 已经被传了很长时间，两人随便一个接昵动作都能把粉丝舔得不要不要的。这次这组剧照也是各种花式发糖啊，两人不光牵手深情对唱，还一起自拍，甜得简直不要不要的。再看潘玮柏看吴昕这宠溺的眼神，这画面看起来实在是超温馨呀。